本集由美方旅馆赞助的，耶，终于有赞助啦！Hello， 各位早安。现在呢，我们又在机场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先坐飞机到尼索斯，就是罗伊，它就有一个我们拍过的地方。那
美方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那就在影片上方点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那这样你就可以不要错过泰国的 vlog。然后下面有美方旅馆的连结哦，大家可以点进去去订订看。好啦，那也帮我追踪 FB 和 IG，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